Hello，大家好，又系我安迪啦。咁你一见到我喺机场就知道，今次我就带大家冲出香港啦，带大家去一次快闪的旅行。那这是去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去 Osaka 啦。咁其实快闪旅行嚟讲呢，喺香港计呢，可以去嘅地方呢，包括其实有台北啦，其实有东京啦，同埋大阪嘅。那为什么这三个地方比较容易去快闪旅游呢？就是因为他们的航班是比较多的一点的关系。咁其实香港来往呢个 Osaka 之间嘅航班嚟讲呢，每日都超过10班以上嘅。咁包括有传统嘅航空公司啦，同埋而家新兴有好多嘅廉航嘅。咁最适合嘅时间嚟讲呢，就系话，譬如香港人放咗工星期五嘅夜晚出发啦，咁去到Osaka 当地呢，大概就系凌晨时间。那你还有2天嘅时间，就是星期六跟星期天可以在那边去玩跟 shopping 嘅。咁如果你话唔想去到咁夜嘅呢，其实咧，我都建議你可以揀一啲嘅航班，譬如好似CX 有一班係下晝4點幾出發，去到大概係當地時間9點零鐘嘅，或者是你可以選擇有一些聯航，比如說是那個 Jetstar 那些的班機呢，大概是8點多鐘起飛，那到 Osaka 就是11點多鐘的時候。咁如果一般廉航嚟講呢，我就建議大家等佢特價嘅時候先可以買嘅，譬如Hong Kong Express 啊或者 Jetstar 呢，有時候做特價可能88蚊或者1蚊去程或者1蚊回程，呢時候你先好買啦。那如果你是選擇平常那些傳統的航空公司，比如說是國泰日航那些 JL 那一些的話呢，我比較建議你是用那個 HMS 去換，因為來說如果你在平常的日子去换的话，大概1万分就可以换到一个单程的飞机票。哇，咁快呢，我哋又嚟到关西国际机场、关西国际机场。咁喺呢度出去市区呢，其实呢就有好多唔同方法嘅。咁但系一般嚟讲呢，大家都会搭铁路啦，我们都坐铁道出去的。那这里有2个进口，一个是 JR，一个是南海电铁。咁其实咧，一般嚟讲咧，如果我去市区嘅话咧，我都建议大家系搭南海电铁嘅，因为咧佢系可以直达到呢个大阪嘅市中心。咁咧，其实佢好方便嘅啫，买飞咧亦都喺呢度可以买。咁咧，其实喺香港预先买定先都得噶。咁买定嚟呢度柜台攞亦都可以嘅。咁我哋嚟到售票机买飞嘅时候咧，都好简单嘅啫，因为其实佢有中文显示嘅。咁你揿咗你想去边个度嘅地方啦，跟住然后你入钱就得噶啦。咁其实我哋嚟月台咧，月台这方面呢有2个列车的，一个是特快的，蓝色的特快 rapid 嘅。咁一系咧你就坐呢啲普通快速啦。咁其实咧普通快速嚟讲咧，都唔系话真系好慢嘅，佢只不过系比嗰啲所谓嘅快速咧就慢10分钟、10零分钟左右啦。那其实来说呢，普通的列车呢，它除了价格比较便宜之外呢，它是没有指定的座位的。即系话呢，其实如果你搭呢一个普通快速列车嘅话呢，你系需要自己揾位，如果冇位就系冇噶啦。咁但系如果你搭头先对面嗰一个蓝色嗰啲列车呢，佢系有指定值嘅。咁当然价钱就贵少少啦，大概1200几 yen 左右。咁你就可以自己衡量翻啦。哇，咁快呢，又嚟到蘭波站啦！呢度呢就係大阪嘅市中心嘅一個車站，蘭波站。那剛才我們所看到那個高速的，直達列車，它還是找我們大概5分鐘左右到達。咁所以你自己諗下立底下睇唔抵搭呢啲直達嘅車啦，因為非繁忙時間嚟講呢，通常呢一啲嘅車呢都係有位坐嘅，咁所以其实我哋都唔需要话特别去搭呢一啲贵价嘅列车咯。咁话明嚟快闪啦，咁就房间、酒店呢啲咧就唔好太讲究啦。那日本嘅酒店呢，它是有名的小，面积小。那如果你是来住几天的话，那2、3天的话，做一个快闪的旅游的话，也没有所谓啦。咁呢一种酒店嚟讲咧，大概咧。我今次咧就系300零蚊一晚啫，仲要包埋早餐添，咁其实都冇乜好要求啦啩。咁咧，通常你嚟到 Osaka 咧都已经好夜噶啦，咁但系你有时咧就饿饿地或者口痕啦，
要想吃一点东西的话呢，其实他们有很多像一个这些类型的24小时的餐厅，那你可以去吃，然后呢里面的东西也都很便宜的，大概是几百元就可以吃到了。咁買呢啲嘅嘢食呢其實都好方便嘅，因為呢其實而家呢啲機嚟講呢都已經係有曬中文啦，咁你就算唔識中文呢，其實你睇圖其實都明佢講乜嘢嘢囉。咁你只需要揀咗即係你想食嘅嘢之後呢，然後呢你再去畀錢，咁就 OK 㗎啦。咁譬如我今次就想貪心啲啦，食一個親子檔加埋一個烏冬啦。哎呀，今日揀咗兩個店，取消翻一個啦。OK， 一個啦。咁然後你就入錢。您選擇完畢，請投入現金。正在面臨餐券。跟住咧，佢就會扭咗張飛同埋找翻錢俾你嘅。咁張飛咧，你其實俾嗰個店員就 OK 嘅。Hi。咁你俾咗佢之後呢，其實佢一陣呢就會攞個餐俾你囉。咁通常呢啲24小時嘅店呢，通常都係得一個店員去做曬一個踢做曬所有嘢嘅。咁佢個品質其實都會好穩定啦，因為佢全部都係預先嘅工場嗰度已經製好曬，佢只需要加熱返俾你嘅就 OK 㗎喇。嗱，呢個就係我啱啱買嘅餐啊，剛剛買到那個餐，其實很不錯啊，也有飯，也有烏龍麵，全部都蠻好吃的，只是價錢也都很便宜，只係690日圓，真係好抵食㗎。